这样子跟这样子啊，连音连音很难、嗯。如果我听到连音的话，我就啊，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时候，我哇，是什么意思？讲话，哦，你喝水。술을너무많이마셨는데그야이거그게또재미지취했어大家好，我是 J， 你是文熙，你是，我们一起说，你觉得在中文哪一个发音词最难说？鱼龟鱼尾鱼，这个最难。鱼，你的意思是鱼的、哦、小心鱼的发音是很难。对对对。我也觉得龟鱼尾鱼鱿鱼，龟鱼鱼龟鱼鱼龟龟龟，不是龟吗？龟龟龟鱼龟龟鱼。不是鱼，不是鱼，龟鱼，不是鱼，也不是鱼，是鱼，鱼，龟鱼，龟鱼，我这边啊，龟鱼，鱼말고는난绿도어렵고去去去去去去去过，我去便利商店的那去。我去去我去去去，这是对的发音。去去，这个是是是，然后绿，所以绿是谁的男生很难。绿是谁？就是我觉得you 的发音是有点难。绿是谁？绿绿绿，怎么是不一样？绿绿绿绿绿绿线。绿线，绿绿，你有一个乌的音，绿，但是是绿绿绿，对啊，这个是不是乌，不是 u， 就是绿，很就是对啊，绿绿绿，红绿灯，你念是红绿灯，嘴型是绿绿绿绿绿绿绿。红绿灯啊，绿红绿灯，红绿灯，红红绿灯，红绿绿啊，绿绿绿绿绿红绿灯，绿绿绿红绿灯，绿懂了懂了懂了，绿绿，你现在是绿绿，是绿绿，红绿灯，红绿灯，那龟鱼。鲑鱼是是是绿十岁的男生，绿十岁的男生，六十岁的男生，六十岁的男生，想跟你讲这个，你听懂吗？六十岁的男生，六十岁的男生，六十六啊，六十岁的男生，六十岁。六十岁，我不记得抽烟很抽烟，臭豆腐的臭，看臭豆腐臭不对的臭啊，臭豆腐，然后你说错吗？错不对不对的意思，错错，我觉得听起来一样错。臭跟错，一个是臭，就是上面臭为主音，错，다른거는加油，想一想，想一想，声调。香点，清香，清香啊！我的清香多，好哦，好啊。你呢？
好难。好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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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教任何人。就我就是，就是对了，对的翻译吗？嗯，我就是哦。这样子跟这样子啊，连音很难。如果我听到连音的话，我就啊，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时候，我哇，是什么意思？讲话很快，就像内跟内。对，我了解，但是我第一次听到外国语的时候啊，好像江油跟字儿子的字，为什么江跟字，所以我好奇怪哎、欸，对对，这样想到了、就想了，就好，这样希望，还有就好，这个也好看，就好吗？嗯。对就好吗好快。还有那个也、我学的时候都是标准的发音、那个但是来台湾以后都是那个我的老这个老这个那个、为什么那个还有他们一直说那个继续不断，那个啊，这样，好奇怪，但是不是奇怪，很好，好笑，对，习惯，你们그아아그뭐지아그그아그아그그뭐지아그아야아그거있잖아그거뭐지是不是一样的对一样那你觉得在韩文哪一个发音是最难자할때비方说뭐가있지으로시작하는게으자의자아그렇지의자나의의사의주동아아의자근데의의바이스很难中文没有没有我觉得还好但是很多台湾人发不出来哦所以你觉得学中文很容易吗你是台湾人对我觉得跟韩文比起来中文难很多我觉得中文比较容易因为韩文一个句子有很多变化但是中文没有还有语法比起来中文比较好比较容易对简单对我觉得中文是更难因为还有汉字跟声调但是中文简单的句子都四个字以内都可以比如说不好意思要吃什么吃饱了吗造句要吃什么要干嘛这三个字耶不是四个字以内我说以内好玩吗有意思吗所以很简单我觉得这个好喝吗好吃吗有意思吗所以但是韩文的话很多的变化不是很多的变化韩文色以外都很多的句子因为我说맛있어맛있다맛있어요啊对呀对呀对对맛있었어这样但是中文的话好吃吗哦对很简单
对，所以我觉得中文比起来很容易，就是韩文不一样的文法会有不一样的意思。嗯，但是中文很，我觉得很容易。对，所以我喜欢中文。我的美国朋友也这样说，如果说英文的话，很多需要很多的部分，但是中文的话很好简单。可是虽然很简单，可是我写汉字的时候我很难的啊。对，写的时候因为很多汉字是看起来差不多一样，比方说帅跟是，老师的是，那个两个字看起来一样。常会搞了我。对外国人来说可能会像画画一样。对。那你学韩文的时候哪一个部分是最难？一定是文法。文法，同意。不是中文的文法很简单。他说他同意韩文的文法。韩文的文法好难。像单字我就觉得还好，因为跟中文一样，大部分跟中文很像。对，管理。我觉得韩文更难，语法是韩文更难。然后中文没有과거형이없잖아。근데한국은약간시간이약간엄청중요해시제시태어시제현재或是过去就未来很重要。英文也有。네안녕안녕안녕죽여전화영상을쓸수있을까아니못해你醉了吗？你呢？你最难的中文发音是什么？哇，真的，他是台湾人。不要打他。哦，好暴力！暴力，暴力，폭력적이야